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Catherine， 欢迎来到频道。那我已经解完了模拟市民手机版的万圣节活动了，拿到了大部分道具了，至少那个限时任务24个我已经解完了。那解完那24个任务之后呢，我们可以拿到前方正中央这个神秘桌，这个算命桌，它可以做什么呢？其实我也不知道，好像是纯粹观赏用途啊。这是什么？算命师的水晶球吗？哇，旁边还有个小杯子会冒泡啊，还有蜡烛。好啦，是蛮有那种吉普赛风情。好，那给大家看一下哦，目前我解进度解到这里，我只差最后一个不死新娘装，其他前面我全部都拿到了。那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是全部的东西，除了最后的不死新娘装除外，这次万圣节活动能够得到的东西全部在这里。有这个恐怖熊，还有什么钟楼怪人石像，还有这个嘛南瓜人、南瓜灯，跟这个传家宝。这鬼魂传家宝呢，是那个给开启一个新的人际关系，叫做被附身的人，好附身友谊在这里。有这个传家宝之后呢，会开启这个新的人际关系。那完成这个人际关系之后呢，会有三个新道具。这是什么两个项链吗？请问这两个项链到底有什么不同？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吗？好像是啊，左方是女的，右边是男的吗？一个绳子稍微长一点了。好，那还有一个脸部彩绘，大概这样。那我们再看哦，还有什么呢？还有这个三重奏墓碑，跟这个邪恶地精、邪恶死神地精，还有南瓜人、南瓜人二号，还有这个南瓜的糖果罐嘛，这个是一开始就拿到的。好，那像我们既然已经解完这个任务了，我来看一下我要换什么东西吧。希望我能在任务完成之前能拿到最后一个不死新娘装啊，希望可以。我还差1400个，其实没有说差很多，可是没有说差很少。我觉得要拿这个玉米糖呢，其实解落马任务真的非常重要啊，因为落马任务一次可以给250个糖果嘛，所以一天可能可以解个3-4次。真觉得拿那个落马任务的糖果真的超重要的，因为感觉根本解不完啊。因为这个活动前两个给150个嘛，所以说并不是给很多，而且每解完一次又有一大堆 CD 时间。对啊，好吧，还剩2天多，希望我能拿到最后的不死新娘装，希望了。那我来看一下，我来花一下我的糖果好了，我要来买什么东西呢？首先第一个我想要买的是家具了。右边三个家具，我先算一下哦。如果说我买最右边三个家具的话呢，我要消耗掉2750个。好，那我再来看呢，我还想要买什么？其实这个疤痕装我也蛮想要的，可是这个这样的话要3400。然后地毯我想要买蝙蝠这个。我之前呢有去参加你们的派对，然后有个人的派对呢，他家就放这个蝙蝠地毯，用成黑色跟黄色的，看起来超像什么，你知道吗？超像 Batman， 超像蝙蝠侠，超酷的。我忘记是谁的家了，之前去的时候看到的，超酷。所以我想换这个蝙蝠地毯，这样多少啊？这样就3400了。肌肉先生我也想要3400，这样就4800。然后这个发型我也想要，这样6000。然后6000之后呢，我看一下哦，猫咪装我也想要了，6700。然后女巫装还好，然后经典的新郎装也要吗？哇，新郎装怎么那么贵啊？6700，如果买这个不死新郎装的话，变成8700，不死新郎帽10700。其实我够啊，够换这些东西啊，换一下吗？可是我感觉没有拿到女生的衣服啊。虽然说女生衣服也只有女巫洋装可以换，女巫洋装其实很好看啊。可这一套多少啊？这一套要3000个，3000糖果啊，不是说很够。好了，先换一下我最想要的好了，阴森沙发啊，怎么都没有确认键，太可怕了吧？如果换错怎么办啊？好，扶手椅买一下，哦，这可以买2个。怎么办？好心动，我好想买2个。好，阴森桌买一下哦。这花这糖果啊，我觉得它要有个比较那什么 epic， 比较戏剧化的那种音效吧。
画得好没有感觉哦。阴森扶手椅，我知道买了两个餐组一套啊，怎么办？考虑一下。好，先看一下哦。蝙蝠地毯我也想买，我先换这个最经典的好了，感觉没有换到这个不死新郎的套装很可惜啊。好，这个买一下哦。啊，我新的地线瞬间升5000糖果啊，钱真的好薄哦。好，如果说买猫咪装750，女巫装3000，3750，然后肌肉先生呢其实够，可是不够买这个地毯了，也不够买这疤痕装。我觉得疤痕装超酷的，超想要这个东西了，怎么办？真好难选啊，天啊。猫咪装我也想要了，我觉得猫咪装超可爱，对这发型我也想要了，糟糕糟糕，我真换不了了，糟糕。我突然觉得心情很不好，换不了全部了，因为这个女子铆钉公帽我也想要嘛，这发型感觉不错啊。好啦，这发型我先买好了。哇，这3800呀，还说女巫装不要买了，反正我要凑那个不死新娘装。好啦，女巫装先不要买好了，然后我先买什么？我先摆一下哦。哇，变成热心华贵，好，太好了。其实感觉啊，我应该升级一次就买几个招出来看我们升级啊，顺便解任务那类的。好，我看一下哦，那个沙发好不好看？这个我们就放旁边。然后呢，这个绿色也收起来，然后旁边这个也收起来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哦，我们刚拿到阴森沙发。阴森扶手椅，好，这个放这里刚刚好。我看一下哦，这个位置对吗？这样有什么颜色啊？我感觉还是白色最经典啊，虽然说红色也是不错啦，可是红色没有这种破旧的感觉吗？我不知道，你看一下白色的感觉好了。阴森沙发，哇，还不错啊，蛮有万圣节气氛的，红色好看哦，感觉红色跟我这家的风格很搭呀。好了，变成红色好了。然后呢，这个摆过去。啊，按错了。好，那么的阴森边桌呢？阴森小桌子放哪里啊？放这里好了。好，等一下，我清一下位置。这个灯我们收起来。这个灯啊，收不到。这个灯。好，这个灯我们就收起来好了，我不喜欢家里太多东西，觉得很乱。好，这个放过来哦，放过来这里，这样有什么颜色？有黑的。虽然说我感觉这样的颜色看起来不是说很破旧，也就是还蛮喜欢的，感觉蛮符合这家的一种风格，我不知道啊。哇，这椅子有点想换两个了，可是我怕我的糖果会不够，现在都花掉，我怕会饮恨终仙，因为这东西都是现实任务才有的嘛，就现实啦，现在才有的，以后拿不到。对啊，好吧，我们家的这个沙发用一下咯，然后再看一下我们其他东西，我们来穿一下吧。我们给我们蜂蜜小姐用一下哦，这个发型，这发型还蛮可爱的，好，用一下。发带颜色会变吗？可惜不会，可惜发带颜色不会变。好，给他穿这个吧。那我们再看男生呢，男生给他穿一下衣服，不死新郎服。哦，是整套吗？对，这里看一下好不好看。感觉好吸血鬼哦，超吸血鬼的。我看一下，可以远看吗？不要那么近，不要离我这么近，很远看长这样。我觉得他这个裤管感觉有点长啊，裤管应该短一点的利落吧，我不知道我的感觉了。还有鞋子换皮鞋好了，比较搭，这一双搭吗？还就这个。对啊，我感觉他裤管太长了，少了点利落感。好，给他买这皮鞋好了，我感觉这皮鞋更搭，反正300块而已。那这帽子怎么用一下？帽子长这样。
不同的颜色呢，上面的带剪就会改变。好，我们就用黑的吧，经典黑色。然后用一下它的那个化妆，你看一下化妆，这个，哇，感觉还蛮可怕的。好，墨镜拿掉一下，你看墨镜拿掉像什么样子？哇，超可怕的，墨镜拿掉超可怕的。好了，我们用一下好了，感觉蛮有趣的。我的发色也换一下哦，发色换成黑的吗？还是白的？看一下白色的，发色就是白色，然后这个是黑色。我感觉我比较喜欢黑色的，我们改用黑色发色吧。好，这样哦。近看真的蛮可怕的，不是我要说，远看长这样。对啊，好，我们用一下吧，反正好玩嘛。好，结账，300块而已，买了。哇，左下角的头像也太可怕了吧，突然不想用了。好了，我还买了什么？哦，我还买了什么？我看一下哦，自己都忘记自己买了什么。就这样啊，我就买了这样而已，糖果就快花完了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买个猫咪装吗？其实还蛮想要买猫咪装啊，买一下吗？可是感觉没有适合的人可以用，我们的蜂蜜小姐可以用了，可是我会后悔啊，猫咪装，因为她没有。没有相应的装扮啊，这猫咪装，我们是可以买个女巫养装1750，要配猫咪装，这样怎么还够？这样还够？可是我不能买肌肉先生了，要帮我买个猫咪装好了，然后买个女巫养装吗？买一件试穿看，好吧，我买了啊，心疼，这个真的画的超没有感觉的，好，没有用一下哦。他的衣服，女巫样装其实还蛮好看的，有什么颜色啊？这颜色，红色。我感觉我比较喜欢红色，虽然说全黑的很好看，绿的也超好看的。用哪个呢？好，我们用一下红色好了。然后鞋子呢？鞋子配一个比较女巫风格的鞋子，这个吗？这个女巫吗？我觉得这靴子版型不是很好看啊，这个呢也不是很好看。好，我们穿这个好了，短靴。好，看一下哦，远看长相。好吧，这个红色衣服其实跟它上衣还蛮配，可是感觉它的脖子有点空，我们给它加一个配件吧，给它加一个项链。我看一下哦，用这个，嘿，这个我们用这个好了，才180，我买一下哦。好，那么妆容呢，帮他加猫咪，哇，这个好可爱哦。好吧，就这样咯，这是我们蜂蜜小姐新的万圣节装扮。好，那这个呢就是我们万圣节装扮咯，我觉得我还蛮喜欢的。其实啊，这个不死妆真的还蛮可怕的，然后呢变成这个红色的连身样妆，这个女巫妆其实我觉得蛮好看的，而且不会说很装扮，感觉平日也可以穿呢、啊。感觉是这种万圣节过后可以穿的衣服那种感觉。好吧，先换这样，等到我全部完成之后呢，我再看我要换什么东西吧。希望能拿到不死新娘装，希望希望。对了，我顺便抽一下哦，我够那个票证抽豪华传家宝了，我们来抽吧。让我抽到什么呢？钢琴，想太多。什么东西啊？美女，怎么烂的、啊？我好失望，算了，好吧，那我们结束到这里，希望大家喜欢这影片，如果喜欢就来一个赞，分享留言，还有不要忘记订阅这些最新消息哦，感谢收看，拜拜。